百万金曲音乐剧。我是音乐大师李宗盛，我是音乐大师李宗盛，我是孙悦。小手牵还没说的还很多，不知量力的飞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，跳完心一跳，心一跳，爱就开始简单，爱太忧伤了，越忧伤煎熬，这我又要唱。歌手厉害了，唱将气质。考你们一个话，什么话？你们也可以一起来思考。好，来来来，什么样的歌曲是最好听的？来，请作答。OK， 原来 original 原唱，原唱 ，classic 经典的，经典 classic。错，你们不要再猜了，你们不可能答对的。来，五位原创的，原创，嗯，动人的，动人的，有感情，经典的，经典的，真诚的，真诚的，有剧情的。恭喜答对，有故事的歌。对啦，今天我们就是要让你们看到一段的故事啊，在歌的背后的故事。然后如果说他能够真正感动你的话，哇，那我们就恭喜你，太棒。最后一名，哎，我们就好好来处理一下这些表演者，因为他没有让这个歌有生命力，对，反而糟蹋这首歌。所以说他们不会被惩罚的，他们不会，他们不会。会惩罚的是后面这四位朋友，他们叫做拐瓜裂枣。阿裂、阿瓜、阿枣。好，来第一位，欢迎到我们台上的是你，你要会有哎，为什么是啊？你们两个干嘛假鬼假怪？蔡依林错了，干什么？没有，因为等一下他要唱我的。哦，他唱你，交换交换唱歌。哦，你们两个交换了是吧？这样子，没错。今天你带来是什么样的歌曲？今天我带来的是《山丘》。是啊，对，李宗盛大哥的歌。对，没错，最近我们在排练。越过山丘，但是他那个唱腔是这一种的。是，没错。然后要有一个改变一样，生活的有经过一些事情，一些起起伏伏，有故事，起起伏伏。但是你是很棒的歌手，对对。而且你是一个很有明星味道的人。嗯，对不对？他是明星味，有腥味的，因为腥味很浓。因为艺能界里面有一些是根本不像是艺人，但他也在艺能界唱的也蛮多。像是，该不会是在白幕后面的？白幕后面全部是拐先生。所以就是说，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以后，现在在唱这个歌，内心特别有感觉，对不对？是，对对。哦，最近我们在排练音乐剧《千面恶女》，所以一直在唱给他们听。山丘唱，那你就好好准备。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謝謝你演懂的，我的热情掌声鼓一下，各位，山丘 ，yes， 放风啦！我是音乐大师李宗盛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大师李宗盛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大师李宗盛。大家好，我是孙悦。大家好，我是音乐大师李宗盛啊，我们都是李宗盛。哎呀，想不到一辈子这么快就过去了。对呀，岁月啊，我也即将不久于人世啊。哎，还记得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大概四十几岁吧。我顶着一个大光头，哎，蓄着一个大胡子，走进乐透彩券行，哎，买了一张彩票啊，想不到中了4.6亿啊！就是你啊，排练的新闻很大，那时候红了一阵子。这笔钱其实还有剩啊，我打算与三位老友一同分享。走，别走。快看人呐！我今天决定公布这4.6亿到底藏在哪里。藏在哪里？藏在哪？其实这4.6亿就藏在……别藏在人！先讲，先讲。我知道了。好，你可以放心的走了啊。这……藏在哪里？藏在哪
里啊？他说他把钱藏在哪里啊？先讲先讲，你先跟我说讲的藏在哪里？去吧去吧。哇，那现在走了两个，4.6亿，我还可以分2.3亿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哦不不不，是刚刚他跟我讲的，不是4.6亿啊。那是多少？更多更多，是6亿啊！6亿，他的，你怎么不死啊？你怎么这么快？哎，我想说的却还没说的，还很多啊。想说却还没说的，还很多。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，也值了。也许我一生涓滴一念，绕心汇成河，绕着大河弯弯，终于敢放胆，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。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，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，不值得索求，就至于求救，不自量力的飞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，虽然你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不活跃的哀求，还未如愿见咋不休，就把自己陷时候，喋喋不休，时不我予的哀求，像亲爱的挑动命运的左右，不自量力的还手，矢志不放休，为何记不得上一次谁给的拥抱，在什么时候。杨东唱这个歌是有他的味道，有，因为要超越这种经典级的人物是真不容易，是难的。对，唱得很有味道，真的。当然唱到整个人呢，脸红脖子粗了，没看到，是不是应该再一次热情掌声再给他？很有声音，来，哎，民佑，不，你来干嘛？没，你坐着。问你怎么样？新当苦力士，唱起来感受怎么样？感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他在排练的时候就一直在我们旁边唱，我们其实都一直被他洗脑。这个歌他唱得很深沉哎。对，就他有唱进去，而且他的嗓音有感人的地方。我们这边有30位哦，好吧？哦，今天我们最后一名，我们要这个很可怕啊，要站到那两个蓝蛋底下。蓝色的球球，蓝色的蓝蛋，蓝色的蓝蛋。蓝蛋，不要不要不要缩写，一起来看看到底我们观众朋友给他们的几个蛋，请按钮。蔡明佑，谢谢。一起来看看到底我们观众朋友给他们的几个蛋，请按钮。
16票吧？对，没有，这个戏哈，这个戏全部的戏只有一句台词是有中的，有中哪一句？我是孙悦。很重，太棒了，26分，请回宝座休息。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蔡明佑，厉害啦！哎呦呦呦，是明佑。对呀，你这样大家都 confuse， 你今天只是为了要唱倪安东的歌，对，你要唱贴倪安东，对，不行啊，撕下来，倪安东怎么可以挂你的牌子？对，他长得很帅的。都是帅哥，换回来。但倪安东真的是很帅了，在剧场里面很多人都被他迷倒，还有，但是你迷人的地方在于你歌声的深度。哦，真的吗？你的歌都是自己写的，对呀，创作，创作。像今天这首也是自己写的歌嘛，这首是倪安东要，是倪安东的歌啦，哎，刚刚不唱自己的，哦，阿内尔，我要唱他的擅长的拥抱。为什么要这一首？最近排《千面恶女》啊，其实我的角色是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，然后其实他很残暴，玻璃心，可是因为他有心中有残缺，所以变成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都很有感觉。哎呦，对，刚好是进入《千面恶女》这个故事里面的氛围。哦，他们很厉害，怎么样都可以宣传到。到底什么时候演？直接来，要不要直接讲？26分，你不要害人家表演的，要等一下要被砸。我会好好表现。来，起唱，好，谢谢，一起带来现场的拥抱。哎呦，来两位请哦。来，灯不点不亮，话不说不明，有些事情不清不楚，今天把它讲得清清楚楚哦。欢迎收看《分手擂台》，我是杨凡。今天杨凡特别紧张哦，因为现场有人在盯着看，但是没有关系。重点是今天男女主角来到现场，先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。男主角，大家好，我是刚刚退伍的义翔。哦，讲得很好，讲得很好。来，女主角也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白白。你讲什么名字都可以，为什么一定要提白白？哎，对，为什么？我是100、200的白，白白。哦，100、200的白啦。哦，那可以。哦，可以就好。好，今天男女主角来到现场，感觉是感情上有纠纷，需要调解。来，女主角稍微叙述一下状况。就我每次出去的时候，他都带我去吃很难吃的餐厅，把行程搞得超无聊。不能这么讲嘛，我很少出去玩呐，所以我不擅长安排行程。不擅长。那我每次难过的时候，你也不会安慰我啊，你只会打你的手机游戏。哎呦，玩我就喜欢玩电动嘛，而且我不擅长安慰别人，不擅长。而且他每次情人节的时候都送我超烂的礼物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哎，那我自己就很少过节啊，我也不擅长送礼物。等一下，听到现在你什么事情都很不擅长，请问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我最擅长的就是拥抱。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，我能做的很少，原来你藏着伤，但不想和我聊。你选的电影像某种预告，不坦白的主角，最后流着眼泪，坚持独自走掉散场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，但你心里的浪潮拒绝让我看到，你煎熬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，爱但又伤了也又想煎熬，散场的拥抱，混乱的心跳，多宁愿只是前和好，我知道你留着和他所有的合照，明明
散场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，但你心里的浪潮拒绝让我看到。你煎熬，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，爱在忧伤乐园，忧伤煎熬，散场的拥抱，混乱的心跳，多你远只是争吵，越是挣脱越缠绕，我比你明了。是的，是的，节目的最后，请问一下男主角，你最擅长的是什么？我最擅长的是拥抱。但是女生演得很好，对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从头到尾都在状态内，是太棒太棒，其他就还好，请坐，全场最近还绕口令，明佑的歌艺进步了，基本上啊，跟你心里面想的一样。唱的比原唱太惊人了！没有，我们是要问有没有比原唱好。山猪超，我们是要问有没有比原唱好。二选一。我觉得好像只有有跟没有。回到剧里了，到底有没有？到底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对，我只能说，蔡明佑真的是完全把倪安东。嘉威，你觉得呢 ？Sorry 啊！啊，你也 sorry， 真的。不行，你要爱他。你爱倪安东，我爱倪安东，倪安东唱的不错。OK， 我们来看看到底得到几个分，请按钮。明佑的擅长的拥抱。26-1。哎呦！多一分，好不好？硬生生多一分。完了，哎，这样兄弟戏强，这戏演得下去。我真的要说一句话，因为倪安东的嗓音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任何人都模仿不来，是什么东西？卡痰。他的声音里面真的有一个燃烧感。越过山丘，这种对，
哎，不错不错，太棒了，好吧，现在赢了赢了啊！来欢迎管庆。管庆今天带来这个歌不得了啊，但是哎，薛之谦，薛演员，没错，有翻唱，3000多万个点击率，对不对？就有3000多万个人听过，是时代不一样，大家而且这首是红遍两岸三地，真的很红很红，那为什么会选这一首呢？因为我们这一次在《千面恶女》里面，我们不只是歌手，我们也是演员哦，有这种含义在里面。已经到管庆了，又提到前面，你就让你说到底什么时候演好了？是做几该够？几号在哪边？4月29号开始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。哦，你们这个剧章让你们打得这么凶，然后最后大家去看搞笑者们，好吧？一起来听一看这首歌，来 go。哎呦，哇 ，baby。跟我在一起开心吗？开心。嗯，山猪爱小猪，猪猪爱猪猪。啊啊啊！哎呦，好甜哦！你真棒。哎，不要加戏。哇，嗯哇，好吃吗？好吃。下次我也问你吃香蕉哦。好啦 ，baby， 对不起，我知道一直以来都是你在服侍我。这样好了，今天我要让你开心。今天让我来服侍你，看你想要吃什么，我去帮你买东西。我要吃中式炖饭葛干，配上黄豆油炖煮，切丁小黄瓜。这么长，到底是什么？就是韩吉摩配上大毛乌龟嘛。这么简单，韩吉摩配大毛乌龟。对，就这么简单，你干嘛讲这么长？你说话不要这么复杂好不好？你讲话简单点。你要简单对不对？对。分手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哎，我只是这样讲，不要那么复杂。你哇，这个很有冠军相啊！就这样走了。哎，简单点很难吗？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。递进的情绪请省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那些情节，每一天我只想看看你怎么圆，你难过的太表面，像没天赋的演员，观众一眼能而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，在一个最爱你的人面即兴表演，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，顺应时代的改变，看那些拙劣的表演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，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，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，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，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来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，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？还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。
害哦，厉害！来来来，亲妹，亲妹，亲妹，辛苦你了。哎呦，我想说，我怎么好像一觉醒来，这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有没有看到？当演员是辛苦的地方是更多的，很多东西要去克服。哎，歌手呢，人家穿那个光鲜亮丽在舞台上表演。但演员就不一样了，冬天要演夏天，夏天演冬天，而且现在还没有人要理他。对啊，然后还没错，像这种演武大郎有没有？然后老婆潘金莲偷人，有没有？那个戏一演，突然间哭了。现实生活中他真是真人真事，班上真人真事，你唱的那么好，我们根本没有看他在表演。对，这就是演员的。来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。你是说歌声的部分吗？对，因为我刚好这个视角看不到，恍惚，刚刚我看了，有打到。好，来，到底能够获得几个灯呢？我们一起来按钮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将晚庆搭配可怜辛苦的三猪，26分，还有吗？26分。也都是很高的，今天每一个唱歌手都很会唱，好吧？你们演的相当不错，好，谢谢他们。接着下来是我们李佳薇来了，嗨呀，李佳薇，太棒了！有没有看到一首《煎熬》，就是红遍大江南北。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煎熬，也是一种煎熬。对，谁叫你要唱那么好？对呀，对呀，今天该不会就是带来煎熬吧？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吧？就是这么，就是这样。李佳薇成功。今天该不会就是带来煎熬吧？应该不会这么无聊吧？就是这么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没有。但我最近对煎熬这个心情有不一样的体验。怎么说？对，因为现在每一天大概要7:30早上起床，然后排戏排到9点。对，我们千面二女有打卡哦，所以每天早上就是经过的那种朝九晚五。那我们非常用心的在排千面二女这样。来，就带来这一首歌 ，Go！ 煎熬。要做出好料理，阿基赛配播团合力啊！大家好啊，我是阿基斯啦哈啊！这个煎熬炒卤拌烤，通通难不倒啦哈！那今天啦，我要跟大家这个啊教一道菜啦，这一道菜的菜名啦叫做啦牛腩饭啊！那牛腩饭啦，最重要的就是牛腩。啊，跟饭啊，这两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呢，我们呢这个牛腩饭啊，其实呢我们要先煎啊，让这个牛肉的这个肉汁呢锁在里面啦，让它呢能够外焦内嫩啊，然后再配合上呢这个是胡萝卜啊，这个是番茄啦哈，还有这个啦是胡萝卜啦。还有这是马铃薯，还有这个素蚝油啦，还有这个米酒啦，下去怎么样啦？熬啊！所以呢，牛腩饭的重点，我刚刚有讲啊，除了牛腩跟饭之外呢，就是先煎后熬啊。所以在这个煎熬的过程呢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啦。所以我们先跟现场的这个朋友呢，来玩个小游戏。那玩完小游戏之后呢？就煎好，就熬好了。那我看一下现场有没有啊，要上来玩这个游戏的朋友啊，就这一位啦。好啊，你好，你好啦哈。你好啊，这边请啦，这边请啦哈。啊，我们现在跟女生啦，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会比较好啦。抱歉，抱歉啦。啊，这个叫做什么名字啦？我叫心仪。啊，叫心仪啦。那我们就玩一个小游戏啦。好。那我们玩一个简单的哈，叫做萝卜蹲啦。那我们就来开始玩萝卜蹲啦哈。阿基斯蹲，阿基斯蹲，阿基斯蹲完心仪蹲，心仪蹲，心仪蹲，心仪蹲完阿基斯蹲啊，阿基斯蹲啊，这个不好玩啦。我觉得心仪啊，你的这个体能各方面很好啦，你很有运动细胞啦，我觉得蹲对你来讲大材小用啦。我们来玩一个更好玩的，叫做萝卜跳。萝卜跳，萝卜跳，萝卜跳啊，就是跟萝卜蹲逻辑差不多了哈。那我先跳，好，我示范给你看哈。阿基斯跳，阿基斯跳，阿基斯跳完，心仪跳。心仪，你不要误会啦，我们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游戏啦，所以你不要害羞哈。大家想不想看到心仪跳？心仪跳，想看吗？心仪，心仪，赶快跳！好，那我们。
们今天就不试吃了，我们就试跳。好。所以如果大家想看到心仪跳的话，跟我一起喊心仪跳。心仪跳。爱就开始煎熬。那那个高音唱来啊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好险你没有拉麦，没有他还有那个。我相信我已经快要。手势小数了，真的是多动作。我相信我已经快要，深深的我快要。每次唱这个歌会不会你会觉得压力很大吗？其实不会，因为这首歌虽然唱很多次，但是我觉得。他真是有不同的心境，因为最近演《前面的你》，我觉得是真的，是黑暗，是黑暗面，我觉得有不一样的。我们聊一点音乐方面的。但是哦，最近那个我就常在讲嘛了，西亚的歌声有没有？就是临界点，他把它飙到高音。你那你是强调高音的歌手，你在台上唱有破音过吗？我有试过一次感冒，然后完全唱不出声音，就那种声音，就唱不出来，但。台下的人帮我一起唱，那天你可以唱擅长的拥抱啊。对，大家就直接散。对，我下次沙哑的时候就可以。我以为唱完人就散。太棒了！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可以获得几个单，请按钮。哇，今天都好接近。哎呀，哎呀，危险哦！哎，这是有一点危险啊。六回六分呢。好来，我们只能把所有的希望。恭喜倪安东还有管庆两位脱险，脱险，脱险，脱险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把最后的希望放在蔡佳麟先生身上。来，佳麟老师到底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手？来。
新歌，我看到你太开心了，终于有一个不是要来宣传舞台剧，好 ，OK， 宣传。还是有作品啊，宣传别的。你看这些人呢，太现实了。对呀，登山宝殿嘛，对不对？有空还多来嘛。第五章台语专辑叫做《一碗爱丢力》。第五章啊，五章第五章，太专在语病了。对呀，嘉玲这是歌唱的很棒的。而且嘉玲老师也会跳国标啊。对啊，喂，那是另外一个啦，我感觉真的有在跳舞的。今天给哦，今天带来什么歌？《涌出干我》。哎呦，涌出干我。对，一首有非常有快乐的一首歌。今天会看到四位，每一个都如狼似虎，都好会唱的，对不对？加油，闽南语就靠你了。好，加油，涌出干我。我就是王家吼，会老大，吉他大。哎，你看下这面相，我今日来拍摄一个。拍摄，拍摄吼。好，王姐，我最近哦有一个代志较恶脏哦，因为阮这王家最近有小可乱，所以呢，我就召集一挂老大，咱来讨论一下，刷来是咩啊办哦。首先，哦，咱就来先邀请到铜锣湾的扛把子陈浩南。你讲个大细声，我咧老大人会叫你惊着。哦，陈浩浩南，我有发财啊！全香港上名浩南。好，刷来，要邀请这嘛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是啥物人？哦，伊就是《咖发》的教父，当克利用啊。I'm当克利用。我来自意大利的黑手党，在江湖上大家都叫我 Godfather。再来邀请这个，哦，这我看见啊，这个嘛是大有来头。今天哦，伊就是上海滩的丁力。那个音乐错了，重放一个。是啊，大家好，我就是控制上海滩的霸主。丁力，好，是安尼啊，我甲各位讲，最近吼，咱这江湖吼实在受够乱的，所以呢，咱四个吼当中爱选一个老大出来重掌这个江湖，哎呦，啊是咩选择呢？要怎么选呢？我叫有生死签，抽签啦，抽签啦，兄弟，叫有生死签，哦，你若抽到生的，哦，你就出去，哦，做老大 MC， 哎，你若，那我现在抽到这个。死是会怎么样？你要是抽到死哦，就你搞什么遗言没交代不？I love my family。我认识黑手党的老大吼，有情有义吼，啊，所以大家拢快点。有，你要抽到死签。就会有冷枪开过来了吗？外面就有狙击手直接把你枪毙啊！我就会抛开了吗？所以不是生哦，就是死啊！明白明白了。你把耍上面请求啊！把铜锣湾的扛把子抽了。铜锣烧的扛把子还来啊！哎，我抽到的是四千。嘿，你够！你看你什么遗言没交代不？先不要开枪，你说你要说什么？你有什么遗言没交代？遗言有。Lester language 不是，有，我有遗言，就是那个4.6亿，其实我把它藏在，藏在哪里？在，先别死啊，4.6亿先，手去回到了，回到了啦，无彩，今麦丁力哦，刷来剩咱两个，不是生就是死，不是你我就是我亡，哦，是安尼，好，啊，你来抽，我来抽。我抓，快点！我叫我抓，快点！叫别抓！
是到临死前搁咧抬爪，执迷不悟。讲到这，剩一支绳吼，刷来就是我来做老大，我刷来就要重出江湖。兄弟，重出江湖。在你命，袂搁再无重出江湖，已经斩断阮的退路。无论有偌多风雨，用生命拼前途。心爱你就体谅，黑暗的是非划破世界，叫我好气好笑。是我个性太倔强，也是社会乌白关上。一个声音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重出江湖。是小兰，对，小兰叫医生，对。OK， 啊，好的，来哦，30票，刚刚今天最低的是24票哦。哎呦，目前是李佳薇，佳薇唱那么好，结果被四个烂笛子给害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哎，那投票输的他们要受惩吗？嗯，要哎，那等于是。怎么样都是他们四个，哎，对不对？哦，来，不一定哦，有可能是汉典哦。到底获得几个灯？请按钮。来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！哎呦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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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！哦。Shimmy。OK， 跟你无关，不是你唱得很好，是他们的问题，对，好吧？来，我们通通到这边来哦，小心哦，你请干什么？你们四个马上到那边去集合，好不好？预备。本节目由 Sugar 韩国手机冠名赞助播出。